不知不觉杀死你，认识淋巴癌有着数。我未必可以做人太太，可能行唔到去。我好你啦。而家患上癌症咧，就未必系世界末日嘅。如果可以及早察觉睇医生，医得翻嘅机会率就更大啦。怕就怕你发觉唔到自己已经患上癌症咋，好似淋巴癌咁啊，就因为病征隐蔽，唔易被发觉之余，公众对佢嘅认识都唔深噃，危险性可能仲大过其他癌症添。于是全球淋巴癌联盟就决定每年9月举行全球淋巴癌关注日，而今年就已经系第11届啦。好多时候病人可能只是发烧啊、出汗啊，有啲好以为好似感冒啊咁嘅感觉，但如果啲病征持续嘅时候咧，大家都要好小心啦。冇错啦，其实除咗淋巴腺长大就有机会系淋巴癌之外咧，如果有上述病征嘅话，都有可能会患上呢种癌症噶。不过有超过一半的淋巴癌患者都可以医好的，所以一旦有所怀疑就要立即看医生了。